You could not plan for this. No, there was no silver. 凡事一定要在你努力的情况下顺其自然，不要太计较结果，但是也不能不尽力。这样的话，自己决定不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任嘉伦。我是任嘉伦，是一名演员。感谢喜欢看我戏的朋友们，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们，感谢我的粉丝，感谢我的家人们，也感谢我的家人，任嘉伦，感谢我的团队。我今年真的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，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成长，都是一个历练。以后能变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希望能变成大家喜欢的样子。以后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全面，让自己各方面都更加的一个提高。